有一个小宝宝问题来了，你想这个小宝宝姓什么？想要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小宝宝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来我们家做客的？我觉得是小男生。小男生，那你姓啥来着？你姓什么？你叫什么？韩俊熙。那再来一个韩俊帅怎么样？你怎么给人乱起名儿？好，妈妈考虑一下啊。好，那最后你什么？听说你有个节目要送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啊？是不是？我给叔叔阿姨跳一段舞好不好？拿好你的手绢儿。好，这个手，准备。太长，太短，你可以稍微短一点。好。站在这里，好，准备开始吧。好，可以了，可以开始了。好，走了。好多人都在。哇，你看，凡凡的粉丝已经来了哦。Hello， 大家好。来，好，刚才我们在对信号啊，所以现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来，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旁边这一位是谁呀？来扣一包我们凡凡的名字。谢谢。凡凡好，我凡凡你人气好高。没有，我现在已经过亿了，我的天哪！过亿了，你从哪看的数据？哎，就是我自己带了好多个零。凡凡新年好，哇，怎么灰灰的？不灰，我觉得这样怎么灰灰？有人说灰灰的，说是滤镜的事儿。好，如果喜欢凡凡，小红心走起来，点一波。我的天哪，一来就600多了。你要说同款滤镜吗？今天立一个 flag。今天小红心要点到多少？60个。哎，这个小红心是当红炸子鸡。不是，这个小红心是干什么的？不干什么，放心，我们是不出来。不是，我就知道，我一直不知道。我们不准送东西。哎，送了也行，但是尽量不要送，好不好？克制住你们自己的手，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点小红心，可以分享，可以给凡凡送祝福。那我也蹭波热度，你好，我叫乐乐。你看我们的衣服，今天这个超级搭。对，因为凡凡说他只有这一件喜庆的衣服。对，问我，当时问我就说，哎，我只有这件就比较，而且其实是个在灯光打下来，它是个桃红色。现在不是吗？也是，因为这个滤镜有一点。像紫红是不是？今天很好看，凡凡叔叔过年好，我的妈呀！谢谢有人括我名了，乐乐小姐姐。里边还是有两个我的粉丝，好吧？好啦，我觉得这样，让凡凡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为什么来我们这个直播间？怎么想着来的？挖坑？没有，因为对啊，我们山东台，我就静静，所以还有齐鲁频道爱的比较深沉，从小就是看齐鲁频道长大的。哎呦，那这么说来，对，这次等于是就是梦想成真了，就是能来到能做客我们的齐鲁频道，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在大年初二的今天，跟大家一起过大年。是的，而且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会儿凡凡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又唱又跳，又哭又闹，是不是？有试一下吧，感动的哭，哎，和癫哭。狂的呢，好，凡凡笑好开心，对不对？那今天呢是大年初二，然后回娘家。一会儿呢，我们告诉大家哦，一会儿我们齐鲁频道的电视上啊也会同步直播，我和凡凡呢也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对，如果全国的朋友如果是收不到哎我们的齐鲁频道，那怎么才能在电视上面看到我呢？那就让你山东的朋友赶紧看。我们有没有网络？有。你看直播间就行，搞那么多装。这还是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大的机器。对，今天凡凡大的机器可好玩了。凡凡一来说：“妈妈，我上电视了。”一会儿真的，山东的朋友在哪里？山东的朋友扣一。哎，大家说两个主持人，我真的我觉得新的一年我和凡凡开一档脱口秀算了。对，刚才我们已经开节目，我们刚才已经给制片人们已经群发了信息。就看谁想要收留我们。我们还给台长拜年了。对，就可能新的一年大家就看到我们想，哇，我们取个名儿吧，我们新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凡乐，凡人有乐。哎，凡人有乐怎么样？可以的。好棒哦！太好了，我们安排出来。来，现在可以招商，朋友们，凡人有乐节目在线招商。连 PPT 都没有的节目，怎么还得去讲一下？也没有开始，他可以的。台长给红包了吗？我们台长给了我们一个加油的眼神。
鼓励坚定的眼神，对，说靠你了，靠你靠握着凡凡的手，靠你了。好，凡凡和凡凡初二开工有红包，怎么凭什么你上班有红包啊？俺大年三十上班，俺也没个红包啊。对，真的很辛苦，就是初二，没想到我当时想了什么时候开工，但没想到大年初二就开工了。我也是很开心了，过年的时候能够在你笑啊，你笑啊，我们抖音的那个叫什么，我们你开心你就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还有在我们的齐鲁频道都可以跟大家见面。哎、这不是著名制片人给我们那个发来了小红心，卓远，关注啊，我们著名制片人，制片人，我们已经给你把新的名字想好了，名字叫做凡人有乐。怎么样？就等着做一档这样的节目。我们已经在给大家招商了。同意这个节目的扣一来，恭喜贾凡初二就天降好事。怎么了？没事，他说啥？要开始啦？没有。哦，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节目了，所以大家等待一下啊，我们读一遍吧。牛牛五，帮我们放一下，哑巴帮我放一下牛牛五的音乐。哦，这边也同步着。同步啊 ，OK。他切过来。镜头是不是太挤？没办法，我脸大。镜头是不是太挤？就脸太大。甲方扣一扣一，没问题了。没有，因为招商招商。对的，这个、哦、开始了，开始了。哦、音乐音乐，你的那个音乐打开。现在能再说一遍。待会儿、还记得吗？忘了。牛气冲天到新春，大家好。还有两分钟。马上，我已经。哦，有两分钟，吓死我了。我们对遍词儿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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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一起演绎这首开场曲，送给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是的，我们现在所在地方呢，仍然是跟你一起过大年的第二演播室啊。我们的这个互动活动呢，同时在我们的抖音以及今日头条的账号上同步直播。那希望大家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起来。好，今天是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回娘家。您怎么来这儿了呢？山东台对我来说当然是娘家了，因为我从小对就来参加山东台的节目，对山东台有特别特别的感情，对我来说当然是回娘家了。马上开始。啊。放音乐。牛好牛牛牛牛，康庄大道有奔头，金鸡不牛一牛，康庄大道有奔头，牛一牛有奔头，牛一牛有奔头，牛。啊，还没开始。牛一牛有奔头，牛一牛有奔头，牛。今天呢是大年初二，乐乐，贾凡给您。拜年了，欢迎贾凡来到我们秋频道。哎，刚才呢我们俩跳的舞蹈啊，大家一看哟特别眼熟，其实就是我们山东春晚的主题曲啊，牛气冲天闹新春，也是贾凡演唱的，对不对？对对对，也特别的。你俩从以前当时唱早了啊，直播出去了吗？没有没有，我没有反，再来一次啊。没事，我没有问题。从哪儿？啊，三二一，走！好牛牛牛牛，张大道有奔头，牛一不牛一牛，刚张大道有奔头，牛一牛有奔头，牛一牛有奔头，牛！今天呢是大年初二，乐乐，贾凡给您拜年啦！欢迎贾凡来到七路频道。刚才啊，我们俩
演唱的歌曲呢，就是我们山东春晚的主题曲啊，牛气冲天闹新春、嗯、也是贾凡唱的，对不对？对，作为啊演唱者之一，特别特别的开心能把这样的一首开场曲送给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是的，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啊，就是陪你一起过大年的第二演播室啊、嗯、今天呢是大年初二，所以呢、哎、我们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初二的那些事儿啊。嗯，初二的习俗不是回娘家吗？对啊，所以你来到我们，我当然是回娘家了，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嗯、而且从小就来我们山东台录节目，所以在大年初二的时候来到我们山东台齐鲁频道，当然对我来说就是回娘家。说得好、嗯、那么对你来说呢？我也是回娘家呀。哎，你不是重庆人吗？怎么？因为我从小呢就在齐鲁频道录制节目 啊, 啊，没有没有没有了因为我来济南已经八年了。哦，八年了。对、嗯、所以呢济南对于我来说呢早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嗯、那大年初二就地过年，我就得干嘛？回娘家，在工作岗位上奋斗着，坚守着。对，嗯，说得非常好，来给你鼓个掌。好，那说到了就地过年啊，其实呢今年有很多朋友啊都选择了在原工作和学习地点过年、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地过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对，那你说你的打开方式是？我觉得就地过年的正确的打开方式，我觉得肯定是吃，肯定有吃，因为我们民以食为天嘛。嗯，然后呢我觉得还有睡觉，睡觉，对，休息啊。第三个让我想想，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就是躺着。等会儿，您躺着过年啊？对，我觉得因为平时看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坐着，对不对？然后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的时候都会站着呀、跳着呀、唱着呀，所以很少有时躺着躺着。所以在家过年的时候就特别希望的在家躺着，而且也是响应国家的一个号召。是的、嗯、那您有哪些就地过年的打开方式呢、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我们的直播刚开始，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同步在线了，希望也有您的身影、嗯、好啦，我们一会儿继续给大家连线喽，我们的互动起来啦。好，你也喜欢躺着特别好，刚才那段就过了。哎，朋友们，就是那么顺利的过了五点，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有一点那个延长的时间啊，一个延时。贾凡出框了，不，贾凡刚才因为为了照顾我们电视的机位，嗯、现在贾凡就会怼在你们前面。嗯、好，贾凡好可爱呀、啊，厉害！我跟你说，真的，贾凡老师就真的就天生的主持人，没有，唱歌耽误的主持人，没有，我是一个被主持人耽误，主要是搭档比较好。哎呦，真的，对，来，制片人们快点来那个小心心送起来。好啦，刚刚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我们会不停的在直播间里边呢、嗯，给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然后陪大家一起过年，哎，是不是很特别？很开心，对，从来没有过，第一次，也特别感谢啊，山东台和我们的齐鲁频道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陪大家一起过大年。你是不是吃了蜂蜜来的？没有，一直嘴很甜。好，那同样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有哪一些就地过年的方式啊、嗯、通通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起来，因为不光是在直播间，贾凡和乐乐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过年方式，同时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过年方式在大屏幕上、嗯、在电视机前给大家展示出来。没错，我们会念你的名字哦、嗯、好棒，好大的荣誉呢、嗯、好，所以赶快我们先来问第一波好了啊，大家就地过年有哪些方式？我们那个贾凡说了，他是躺着过去。对，躺着过年。那、嗯、你呢？我呢就吃啊，吃也不吃。你吃完了不还得躺吗？对，吃躺吃躺吃的一天。嗯，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游乐园加班加躺着。哦，哎，加班也挺好的。躺着加班怎么样？躺着加班我觉得不错。好，因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太多了，是不是安排一张床躺着加班？俺都记不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记录一下啊。你们说的趴在被窝里边，刚才谁说的加班躺着看电视？加班躺着追星过年，躺着看凡凡唱歌，哎，这个可以。电池。各个晚会看贾凡哦，这个好。来，各个晚会。当然，今天晚上还有我们的。哎，说到那，对，我正好把这个人的名字我们记一下啊，大家帮我们一起来记。哎，刚刚是谁？找不到了啊。朔方今天也好想贾凡啊，好，我谢谢你刚刚，因为得记他们的名字，记得好全。朔方今天也好想贾凡，是有奖品吗？有，各个晚会看节目，
哎，说到晚会呢，当然今天晚上不能错过的是我们哪一个晚会呢？当然，山东卫视的春节晚会啊，嗯、也会在我们秋露频道给大家重播。哎，好，说一个理由，为什么要看这台晚会？因为有我呀。嗯，说两个理由，为什么看这台晚会？因为有我跳舞呀。那不管有小白唱歌跳舞啊，其实我们还记录了很多温暖的、励志的山东的故事，希望大家支持起来。嗯、对，好，我们待会儿。朔方今天也好想下凡啊，一会儿你会登上我们的秋露频道的大荧屏。你是被选中的孩子。这不是就那句话叫什么，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用一句话叫社死，就是社会性死亡。为什么？就是很也不叫丢脸吧，就是那种。你敢说？这边人不用假凡了。我是说把这个名字，以后不会再登到我们山东台。就是、以后这不是你的娘家。这个名字就是贴在屏幕上。对。好，笑死了！大家是觉得我们俩在说脱口秀？瞬间有五十，还有什么？看凡凡的节目，还有抢票，粉丝很开心，社会性好，这个别说了。啊，就是，我还得把控着我们节目那个直播间的尺度很难。哦，你们直播间尺度。好，还有什么？大家还有哪些过年的方式啊？嗯、和爸爸妈妈一起做饭，哎，这个特别好。全网最辣甜甜圈，你这名儿就是很全网最辣甜甜圈。说和爸妈一起做饭，你会和爸妈一起做饭吗？我会和爸妈一起吃饭。那谁做？外卖。对，嗯，有的时候会点外卖，而且现在你不觉得过年就点外卖特别的方便吗？对，像以前可能还要储备粮食，这个时候现在呢？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是大概你之前从小年要开始囤货。因为好多地方小年就开始关门了、哎、回家过年了，小年开始囤货，然后你一直要囤到初八。一直要囤到初八。然后但是现在呢，就你想吃什么就可以随时点得到。就比如说我记得初一那天，就啊，初一那天不就是昨天吗？昨天，对，就昨天。 Yesterday。 昨天你干嘛？昨天我还点了那个就是某家快餐，哦，炸鸡快餐，而且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在春节期间，如果说你买一些物资啊什么的菜品啊什么的，其实价格很便宜，然后对，还有打折，还有打折。对，所以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嗯、就地过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也不会缺失任何的年味儿。是。好，那以后就这两条啊。咋了？因为我们新闻直播就这样。哦。目前就在直播，还有十分钟，我们的电视就要直播了啊！同步直播，一会看就能看到我和贾凡刚才那一段的精彩的表演。赶紧打开电视，锁定我们的齐鲁频道。没错，哦，你真的好会哦！我觉得真的给他上段节目吧，名儿都想好了。凡人有乐，那么难记吗？有点忘了，年纪大了。就地过年看山东卫视，贾凡的红毛衣，哎，它是没毛衣，没色的，不是没有毛衣，是没色的毛衣。新路频道看不到没有关系，就不要看，不是，看不到你可以在那个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哎，同时呢，可是有，哎，有闪电新闻，哦，闪电新闻，对，闪电新闻同步直播 ，APP 也可以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贾凡你年纪还不大，贾凡年纪不大，凡凡年纪不大呀，对啊，凡凡还是小仙男，怎么呢？我不是小仙女吗？算了，我不应该，对不起，我就一两个。空气突然安静。好棒哦！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之后应该会接到好多就是综艺节目的通告。对，我就住在我们叫什么齐鲁频道了。对，整个大楼都是你的。对，好好，每天来打卡上班。上班好，那你还得剪片子，还得包装推送。齐鲁电视台吗？是的，大家赶快啊！现在打开电视，然后打开齐鲁频道。那同时在5点钟哦，就能看到我和凡凡在刚才给大家一起搭档主持《凡人有乐》，好有梗，对吧？年纪不大，忘性不小。说我还说他。Boss 嘛，我们俩一起，对不对？嗯。好，马上要到我们了，是吗？连麦祝福 Q 一下哦。对，在这告诉大家啊，大家赶快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就地过年的一些方式啊，因为稍后呢，我们的凡凡会给大家连麦，然后送祝福，还有点歌，没想到吧？你自己也没想到，对不对？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凡凡说：“哎，我不就是来主持？所以直播的时候，啊，怎么现在还是个歌手。”没想到有直播唱歌的环节，我没想到是这边架着直播，那边还有一个机器，这里还有一个屏幕，没想到，对不对？没有想到那边还有个大屏幕，因为然后大家在这里就工作的状态就特别的很忙碌，这就是电视人，没有办法，连麦可怕，天哪，连麦，你们就最多就是在
我那个电视台或者在网络上听到凡凡唱歌，但接下来凡凡要为你唱歌，什么要加钱？为你写诗，加钱环节没有的，免费为你唱歌。好，所以大家赶快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过年的方式。如果说好玩被我们选中的朋友，就直接可以连麦。不是登大屏吗？登大屏，你要加吗？哦，登大屏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登大屏，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连麦？这个我们俩没有对，我就在看，哦，对过了吗？好像没有这一趴，对不对？好，就地过年追星，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马上去楼顶找信号，太可爱了吧！大家就地过年，不是你爬楼屋顶一定要注意安全。对，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连麦，不一定连得到你，那别担心。口红好看，你说贾凡的吗？不是，贾凡是我们俩迪奥999。我们两个的口红在这个滤镜下就会特别的，就是妖娆。大家可以一会儿还是打开电视，然后看我们的齐鲁频道，那个是我们正确的口红色号。是的，就地过年看家乡好物，对，家乡好物也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非常优秀的节目啊。贾凡也是成天在里边，对不对？对，成天在里面。其实我有好几次，我们就错过了，擦肩而过嘛，错过了，错过了，因为就是太忙。也没有啦，不回家的点名吧。来，大家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地过年的一些打开方式。如果说有趣好玩，你觉得刚才那两个还行吧？可以，不是你把人家 ID 一块登上，对吗？当然得登啊。那大家这两个 ID 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截图，对不对？为什么？就截图证明自己上过了齐鲁频道，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哎，赶紧打开电视，然后同时录屏。哎，那收不到齐鲁台，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你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和你一样，我们搬到山东来，对不对？年纪不大，忘性不小。搬到山东来就可以天天看齐鲁频道。对对对，哎，我觉得我们这直播间好热闹哦，真的，谢谢你。温度也很热。对，大概100个灯在上面。我这件毛衣真的太热了。好，妈妈，我上电视了。听贾凡的歌儿守岁，跟着贾凡换频道。贾凡就不走了，就是我们齐鲁频道。主持人合同帮我准备一下。好嘞，别管了，搬到山东连麦上课。哎，你们快点说呀，快拉一拉，拉一拉，说一说。你们不是我在看电视上他们两个。怎么了？比得过我们吗？比不过吧。齐录下来，哎，发给他们俩打麻将。哎，你打麻将吗？我不打麻将。哦，你好无趣哦！我作为一个重庆人，我他一叫就是麻将。哦，是吗？对、yeah, ，你们对今天唱什么歌？陪长辈打麻将，过年加班，过年加班啊！哎，那我们正好我们也是过年加班，这也算过年加班，肯定算过年加班。对，我们陪你一起加班。对，那说到过年加班，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职业不光是过年，其实每一个节假日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哪些是特别辛苦的过年加班人？你说。我觉得环卫工人，对，医生，哎，对，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两个也说了，说其实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比如说外卖啊，还有菜啊饭啊，我觉得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而且还有外卖小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对，所以他们送，每次我们都会说一句啊，新年快乐，就听到心里就特别暖。你就在那个中秋节，就8月15的时候，也会说新年快乐吗？啊，那倒也没有了，没有是吧？好，我刚才说的，马上到我们了，我的妈呀，很快了，很快了，我们来对对下一摊了。哦，吓死我了，那我们对对差不多。好，以前都说啊，最幸福的两个字呢是指团圆，但今年啊，最幸福的词呢其实是就地过年，因为就地过年的更多了。是四个字。对，词儿嘛。啊、哦。幸福的词儿呢是团圆，现在今年最幸福的词呢是就地过年，因为就地过年呢，在幸福之余呢多了一丝担当，多了一丝责任。好，就地过年年味不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啊都给我们分享了哪些就地过年的打开方式呢。首先你说，朔方今天也好想贾凡，各个晚会，你这个字儿真的看贾凡，各个晚会看贾凡，你能因为到时候别太低头啊。这样或者你自己写下没事，我看好可以，我拿这个就可以。朔方今天也好想贾凡，这是 A 也是吗？不能拿太高，会看到背面的字儿。啊，朔方今天也好想贾凡啊！我把自己名字说。好怀疑这个名字就是你自己起的。他说什么？他说各个
各个晚会看贾凡。哎，说到这儿的话，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在我们齐鲁平台就有一台贾凡的大晚会，对不对？对，是我们的山东春晚，今天晚上几点？你也不知道，待会儿不准说几点，说今天晚上呢会带给大家，让大家锁定非常好看的晚，我们的山东春晚，记得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齐鲁频道。哎，会在春晚上有什么样的表现？除了唱歌，还是唱歌？对，当然还有跳舞啊。是第一首跳吗？对，是屏幕前的一个荧屏的首跳。对，首次跳舞就献给我们山东台，对不对？哇，回娘家特别好。那全网的最辣甜甜圈就说了啊，和爸妈一起做饭是他就地过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好温馨。 对特别甜。而且一年你看大家都可能在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啊、学习上啊，很难有时间能陪在爸妈身边。而且我觉得一起做饭更能增进家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对不对？对、你放调料，哎，我来下菜，我来切菜，就是好，就每一个人都付出一点点，然后同时做一段非常温暖幸福的，也是团团圆圆，对不对？特别的好啊。好，也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好，接着接那个，你说，哎，乐乐，我有个问题啊，不知道该不该问你啊。好，对，这个方式，然后你就接着我就说，你看人家林老师，哎呦妈呀，这背不过，那就不要，你看人家林，那就不用那个，你刚说嘛，方式啊，你说，你看人家刚说了，陪爸妈一起吃饭，陪爸妈一起吃饭，你看多方便，就是娘家离着也特别近。哎，乐乐，你说你一个重庆人，你说你现在我们济南生活了已经有8年了，对不对？那你以后肯定要扎根在济南，那你以后回娘家会不会特别的远呀？你这就不知道了吧？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呀都会以子女的工作地点作为他们的第二家乡。直接从接过来接到我们这儿是吧？啊，来了，马上到了。从哪里开始？就从刚才那个我说都说，然后分我知道然后你就问我问题了，当不当讲？很快很融入北方的过年生活。你们南方人在北方习惯吗？对，那你如果爸妈南方在这边能生活习惯吗？我来接你，马上到我们了。妈好紧张，心蹦蹦跳吗？没有了，他装的，他很专业，别理他，别被他那个，他没有出框，他现在在照顾在那个框，对，照顾电视镜头，一会儿他就回来啊，开始了。哎，那个网友的名字，来，我再翻过来，就这个。以前都说呀，最幸福的一个词儿呢是团圆。但今年呢，最幸福的词儿其实可以说是就地过年。哎，因为在幸福之余呢，增添了一份责任，增添了一份担当啊。嗯，就地过年，年味儿却不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啊都说了就地过年的哪些正确打开方式。哎，有一位网友就是他的 ID 是朔方，今天也好想贾凡啊。确定不是你起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两个刚才一起在屏幕他说什么挑的。他说各个晚会节目看贾凡，就是就地过年的打开方式，而且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哎，那说到这儿的话，贾凡是不是给大家说一说，其实今天晚上我们齐鲁频道呢也有贾凡的演出。对，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锁定齐鲁频道，然后来观赏我们的山东春晚。哎，那山东春晚有什么亮点是必须要看的？那当然，就是因为山东春晚有我。对，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亮点。那第二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就是我在上面不光唱，而且我还完成了我的舞蹈首秀，你敢信吗？你跳舞啊？对，我跳舞。真的？对，我一个就是人家不都说个子高就不协调吗？但是我的舞蹈首秀奉献给我们的山东台，今天晚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山东春晚。好，我们来看一下互动话题的，有一位网友啊叫做全网最辣的甜甜圈，他就说了啊，和爸妈一起做饭是就地过年的打开方式啊，听起来就好温馨啊。对，而且跟父母一起就是在外面忙了一整年之后回家，不光跟父母一起吃饭，哎，我们还一起做饭，享受这种
把幸福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没错啊，你看，你切菜，我放调料，哎，我放盐，你放糖，我洗菜，一加一加一就是一个家庭的大团圆，大于二。没错，这样的一个菜肴呢是幸福感十足的。那如果说你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就地过年的打开方式呢，赶快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嗯，好，那说到就地过年，哎，我有一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你啊？怎么还不该问呢？对，您看，就是我们就地过年嘛，就对于我们这种怎么说呢，本地人来说当然是好了，但是对于你来说，你看你已经来我们济南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就说不定以后是不是要扎根到我们山东，扎根在济南？那你回娘家会不会特别的不方便呢？一看贾凡现在就是在济南工作，爸妈也在济南啊。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啊都会以子女的工作地点作为他们的第二家乡，哦，真的，哦，所以我爸妈肯定会来山东，肯定把山东也当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第二故乡，哎，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好多问题哦，对，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是重庆人，对于我们山东人来说，感觉是南方人，那你们南方人来我们北方生活，会不会有什么不习惯的一些地方呀？说到点上了，哦，之前关注我们齐鲁频道节目的都知道，其实我的妈妈做饭超级美味，哦，真的，但是就是为了融入我们北方过年的一些习俗啊，嗯，我老母亲的厨艺遇到了滑铁卢啊。啊，怎么了？没有啊，他写的是别提林老师的片子删了，但你没说。哦，没说，还好我没说。忘了，我调一下。没看到。片子删了吗？对，里面去的。删了去的。哦，太好了，非常非常好。还好。没看到，只不过我们忘了。哎，怎么样？感人吧。哎，我剪的片子，我自己做的，哦，我自己拍的，所以这个是盐，会，对，啊，什么？会延时啊？会也，啊，会延时。现在观众看，哦，所以直播间啊，对，嗯，我们再看一看，管管，啊，没有，这个，我们现在看看，对，是我呀，啊，我跟我不一样吗？我想拍一张，帮我拍个大屏幕的我的妈妈，最后那个拜年那个地方。哦，你家有只猫啊？我们家有两只猫。我们家有三只。我家里有三只猫，真的，啊。然后我大姨家还有猫。你家什么猫？我家竟然聊起猫来了。对，我们家有一只山东狮子猫，你知道临清狮子猫吗？就是有鸳鸯眼，一个眼是蓝的，一个眼是那种琥珀色的。哎，这是在擀饺子皮吗？我妈妈第一次擀。就你看就有点不太专业。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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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待会儿去。哦，姐姐真的好年轻。我妈。哦，姐姐。好的，说。姐姐好年轻，就是这个饺子皮有点。真的真的，就昨天晚上。我觉得这饺子皮就是，如果是面膜的厚度来说，很好，应该很好，就汁水很保湿。对。但是你看这里。就裂口了。所以这馅儿。这你自己剪的？对，我早上起来剪的片子，你俩厉不厉害？我自己拍自己剪，我得得多少分？韭菜是不是露馅了？有点。怎么了？就是我看到了上面挂着一颗绿色的物质。嗯，对，啊，没关系，我们又没吃。好了，啊，大家一定要看啊！刚才可能我们就太投入到我们的片子里边了，所以一定哎，马上哎，已经开始直播了，看到我们俩了吗？几点开始？5点了，已经开始直播了，电视上，啊，大家看到了吗？假毛毛会不会？你为什么叫假毛假毛毛？我小名叫毛毛。哦，所以那是妈妈发来的，是不是？啊，刚那是妈妈，哦，不是。所以他们问你。看了看了看到了看到的，谢谢大家继续看啊，继续分享哦。已经直播一小会了，看到我们俩了吗？看到贾凡的精彩表现了吗？看了看了，毛毛新年好。那是哪三只啊？哪三只是？哦，猫猫猫猫，快快聊聊聊聊。Secret 啊 ，Secret 啊，哦，也没有了。他说不告诉你。杜杜在我们家，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我们家有一只猫叫杜杜。它是什么？
我喜欢大橘。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它很胖、哦，因为它现在就是大概它还不到一岁，嗯，但就很胖，已经有十几斤了。怎么做到的？哎，我现在把它从地上抱起来，都很费劲，我就感觉我每次都要晃着腰。怎么那么胖呢？好啊，那刚才说到了啊，我现在我们的2.4嘛，这样我们点小心心到2.5万，我们就连麦，让贾凡连麦送上第一份祝福，2.5走你，不很轻松？不是连麦是？连麦就是就视频，他们也语音哦，语音。你是想让他们看到你还是不看到你？那就随他们。啊，那你们想不想看到我们？好，2.5万了，来连麦。来连麦的朋友，连麦让贾凡给大家。你们这还有 KPI？ 我们 KPI， 我们接下来 KPI 的10万。哎，我没化妆。你不说一个亿吗？一个，我怕有点困难。对，什么时候到我们？还早是吧？这一期就结束了哈，我们要等下一期、啊。那我下班了，再见。谁说的？谁连麦？来，我们连麦连这个，我们321截图吧。朋友们在群里边，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边刷，贾凡最帅，我们321截图，截图到第一位好不好？怎么贾凡不帅也可以。我觉得刚刚那个有点难为情，贾凡不帅，贾凡最帅，贾凡最帅来了，瞬间我特地化妆了，贾凡来我们321截图，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截图，万一他一截图把他关了怎么办？我经常干这种事。他人家有其他手机。哦，同步的。哦，你好聪明哦。哦哦。I see. I see. I see. 来，三、二、一，停。他说的停。哦，对，不干事。他叫什么？啊，贾凡是个小甜心。贾凡的小甜心，哇！等人家挂了怎么办？对，就很尴尬。我跟你说，他是挂了呀。他有可能要是拒绝了你，真的就尴尬了，这个世界就尴尬了。哇！人家挂了怎么办？你好，小甜心。Hello， 你好。你好，凡凡，新年好，乐乐，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过年好，拜年了，牛年牛气冲天，牛年大吉。嗯，怎么称呼你？挂了。没有，我们就叫小甜心，好不好？小甜心。嗯。啊，你好。你要不要去到房顶上？没有没有。我也想，但是房顶爬不上去。哦，那就不要爬。对，小甜心，你那个喜欢我们贾凡多久了呀？哎呦妈！你深入人心的，从深入人心的第一期开始就喜欢。然后到我们的山东春晚，对不对？到我们今天齐鲁频道的直播，对不对？哇，好感动，我想哭。多少年了？多少年了？两个月多少年了？4年了。好，那谢谢你4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今天给你一个新年礼物，大年初二回娘家，让你回到我们贾凡的心里。然后贾凡给你点歌，好不好？你想要贾凡给你？哎，他离开了。哎呦，我回来了，回来了，吓死我了。你想要贾凡给你唱什么歌曲？我想听他唱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哦，英文 OK 吗？ OK， 当然 OK， 怎么不 OK？ 我跟你说，我也超喜欢这首歌，而且我给你，我想你先唱上来，我编一下你。我想一下，我这个词，我想一下。怎么呢 ？This comes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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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the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and enough to make a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哇，给自己鼓掌鼓掌，好听。就是我这个词可能有点混乱，但是很好听。谢谢。那我要给你分享我的追星故事吧。不用。怎么样，小凡凡？小凡凡的小甜心。小凡凡是我。谢谢，这是我收到最好的新年礼物，谢谢。谢谢，也祝你牛年牛年大吉，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好不好？每天都能感受到爱，满满的爱意，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好不好？好，谢谢。
谢谢谢谢小甜心，谢谢你。好，那如果大家想像小甜心一样，就挂了吧。挂了吧，一会儿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直播间见啊。拜拜。好。那如果大家也想要像刚才我们的小甜心一样啊，能够和我们的贾凡一起连麦，让小凡唱新春的祝福送给你们的话啊，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因为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分享。分享我们过年的就地过年一个打开方式。嗯，刚才不是分享了吗？对，我们不得继续吗？啊，继续。啊、你还好几次上电视的时间。哦，对，还有好几次就是上，对，就是用那个机器的时间。对，大屏幕的时间。爷青回，哇，狮子王，相声二人组。对，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凡人有乐》。有亮啊，有有。你好，廖廖。我经常把这个节目的名字给忘掉，对不对？这不是你的名，我的名吗？我叫什么？乐乐呀。你叫什么？贾凡呀。啊，对哦，凡人有乐，对不对？哦，就是什么什么嘞？年纪不小了，脑子不大好，是刚刚是谁说的？哎，我觉得是不是在家里就是休息惯了，就是经常容易记不住事情。没有，是我们演播室很热。真的很热。我给你台阶，你都下哦。真的，要不你赶紧往下走。咱们演播室要不就很冷，要不就很热。对对对，是这样的。是冬天热，夏天冷。我居然在榜三，因为卓远君，我们不让大家刷东西，我们不准大家花钱。但一看你花钱，我们就想行啊，就赶紧多花一点。对，反正就当做凡人有乐的赞助费了。就我们 KPI 的能不能完成，就卓远君。对对，卓远君加油，卓远君。好，大家继续点小心心啊，同时呢分享你们的过年方式。好，还有多久到我们先准备一下下一盘。因为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连麦一个特别的嘉宾。好，这样好吧，现在先点小心心 KPI 走起来。现在2.8，我们这样到3万吧，3万很轻松。瞬间2.9了，我敢说30万的。你怎么不说300万？300夸张了点。好，2.9万了，到3万啊，到3万，我们让凡凡来送红包。那里面是有东西吗？以为是有一些惊喜，有惊喜 ，surprise， 惊悚，都会有。我可以稍微看。哎，瞬间3万了，大家好像让你，哎，对对对对，啊。好了，我希望实际一点的。实际吗？对，我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人，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好，来吧，卓远君，听到没？卓远君私信发来啊，来3万了，我们有几个红包让凡凡来抽一个，这也是送给大家。这个没在听。啊，这个是我不给。那就这个。哎，你做人是想赚 C 位。因为你抽了这个，没有，只是比较顺手的拿了。顺手想站在 C 位。当然，我每次在我们的山东台录节目，都是在一个 C 位。当然了，你是我们的宝贝啊。那当然了，你是我们的网址，3w.贾凡.com，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好，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我们的。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那个脱口秀啊、相声啊，怎么很棒？这太简单了吧！唱一首新年有关的歌，当然我们刚才不也唱了吗？新年好呀，新年牛，牛年有奔头。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歌呀？还有，我哪知道？新年，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大家过年了，过年了，四季哦，红星星，你不是这个？你不这现在不很火吗？在抖音。哦，你们听过那个吗？辞旧迎新过大年，你知道还有那种山西腔，你没有？没有。哦，你好土。哦，拜拜拜拜，贾凡很帅。没有，我真的哎，我是没有听，但是山西哎，你会不会？我说那你们，重庆话。重庆。你哎，你是要说我的那个？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民歌吗？我们没有啊。我们有吗？你们重庆哪有民歌啊？重庆有民歌吗？湖南什么才有民歌呀？贵州、湖南、云南地方，因为我知道，比如说，因为你刚才说山西，我想起来，因为我去年在，那是你们的吗？那是你们山，那是他们山西还是陕西的呀？哎，算了，没有没有，暴露我们文化了。Anyway, 不是，我说，因为我当时在山西民歌节，我作为一个山东人，唱了一首浙江的民歌。为什么？你听过采茶舞曲吗？哎，是哪个？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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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用的是你敢信吗？我用的是
浙江的方言。哎，你怎么做到的？就是学，就是。那好了。细水清清细水长，细水两岸好呀嘛好风光。那你们你们有没有？没有啊。那那一首呢？啊，我们有哪个？正月里思亲人。那是湖南的，吧？东北的。你这怎么可能东北？没玩要过河，是拉过来推我吗？湖南、湘西，我们那没有。我们那是那个，老子吃火锅儿的，吃火锅儿的了。你们没听过吗？没有。知道。哎，我好像去，哎，我今年在重庆做活动的时候，好像有听这歌，听到这首歌。对，这是首说唱，大家听过吗？吃火锅儿，我吃火锅儿的了。为什么？笑死了！火锅底料，火锅底料啊，就是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为 why？ 我也不知道 why。就歌词，声音太小了。是盖听过，你看啥？他们都听过。啊、算了，贾凡是仙界的人。哎，你们说，那个街说该对不对？对，上街。哎，我教你一句，教你一句话，是一个养生的，教给大家：萝卜上了街。跟我说，老婆上了街，萝卜。哎呀，我好害怕，我被封号哦。这什么？萝卜上了街，萝卜上了街，药铺不用开，药铺不用开，药铺，药铺，什么意思？知道吗？药铺，药铺，韩语。药铺不用开啊，药萝卜上了街，药铺就不用开。虽然这个翻译的重庆话很押韵的，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你真是聪明啊，好顺啊，冬吃萝卜。哎，真的那个很顺，叫什么？萝卜上了街，药铺不用开，药铺不用。哦，这我听到药铺，药铺，药铺谁哦？哎呦，药铺谁哦？笑拉了这个。贾凡去接去了，刚刚。国际化。我看你怎么圆。我就是刚刚去接红包去了呀。啊、哦。所以继续啊。好，哦，再抽一个是吗？也不用了吧。啊、我们 KPI 现在定了多少、哦？到多少？什么时候到我们？我们很紧张，我们更关心电视上的一会儿了，是吧？那我们继续了，我们可以再给他送祝福吗？可以。好，喝点。没了。让。给我们凡凡搞点热水，温热水。不要温的，我要凉的。没有，就是少喝凉的。那个你人到中年了，你这还是得喝点热的。穿红色衣服的，没有没有，找个穿红色衣服的女性。是她的妈妈，是她的老母亲。妈妈，她要喝水。我的茶。哎，我哎，怎么？我不配喝水。哦。他把他的咖啡给我了。你别光喝咖啡。好年轻人，你出框了，你是人家看你、啊。不是，其实我，哦，其实我当时我就是因为年底工作比较忙，然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喝热水。哦。对，我就喝胖大海，然后泡那个罗汉果喝热水。这不是那种老艺术家的标配。对，但是我就觉得特，当时我记得还发了一个，我忘了我是发的就是朋友圈还是。好，发的抖音。啊，发的抖音哦，对，发的。一条 message， OK， 对，发了一条 message， 完了之后我说，哎呀，我说今年就是最大的改变就喝热水，结果马上不工作了之后，完了以后马上就是冰的就来了。好，来吧，老艺术家了，喝热水，对，就多喝热水，解万能的热水。哎，对，我们要不要对一下这个？好，聊点啥？好了，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婆媳，其实这个没什么纠葛，就抓紧说。没有，我说不对呀、啊，初二不是应该回娘家和娘家一起过吗？哎，等一下，我说、初二不是应该回娘家和娘家一起过吗？嗯。初二送年，初三回娘家，真是头一次听说呀。可不是呗。你也是头一次听说吗？我也听说，嗯。好的，那么我的什么什么儿媳忙了半天。
怎么行，就这就行，赶紧，快过就可以。因为可能刚刚有点超时啊，同时呢告诉大家哦，赶快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你们家就地打开就地过年的打开正确打开方式。刚才我们俩就真的没有 get 到，没有默契。对，初二踩小人，真的假的？哎，胶东也是初三回娘家，烟台也是，胶东半岛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不是有寂寞婆媳，对，放仙女棒，放仙女棒，我们给你放，我们给大家放个烟花。在哪？好冷啊！我们俩一起，两个人冷，只要我们俩不尴尬，尴尬就是你们。怎么样？走，来，乐乐、贾凡给大家放个烟花。真的好尴尬。一会儿要干嘛？可以了。那你俩先跟寂寞婆媳唠一会儿。好，我们先唠一会儿。我原来直播都是大家都这么，对，就很积极向上正能量。这跟录制完全不同，录制就大家乐。行行，待一会儿，下一个，对，补补妆，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哎，那直播节目怎么补妆？不补妆，我们只能长得好的才能上直播。这个时候就可以补妆，放片子的时候也不是没用啊。但你们不是开着这个吗？哦 ，Hello，Hello，Hello， 婆媳 ，Hello。好，稍微等一下啊，来，我们给直播间的粉丝们解释一下啊，不要打问号，我们不是连随机，因为对方的这一位呢是要跟我们连麦的第一位嘉宾，然后他们俩呢一会儿也会在电视屏幕上给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初二回娘家的一些习俗，所以不要觉得我们误连错了，对，不要有疑问，大家就哇怎么 PK 上了，怎么你俩赶紧退出来。好，婆媳稍微等一下，一会儿到我们这边了，我觉得你先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寂寞婆媳，我是寂寞婆媳的儿媳，我是寂寞婆媳的婆婆，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一会儿还得再来一遍。对。这是你拿这个，哎，我的台本呢？好，我看到哇，你看有鱼啊，有饺子，有虾，哎呦，那么大桌好吃的啊，谁的手艺啊？这些都是我跟我婆婆一起做的。一会儿你声音再大一点，好不好？是我做的吗？那这个虾也是我做的呀，是不是我洗的？那火腿还是我切的呢，是我买的吧？鱼也是我做的呀。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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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做的。杜大，来，大过年送你们几个字，大过年的啊，咱别对，有这样的摩擦，对不对？是哎，乐乐不对啊，初二不是应该回娘家吗？然后和娘家人一块过，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呀？对，好，到这儿了啊，婆媳，我们可能再来一次，马上要再来了。我们这是尴尬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小丽说的很好，小丽之。现在还没开始吗？没有没有开始，没有没有开始。刚才就是这样。然后你声音再大一点哈。好紧张啊！哎，你弄得我们俩好紧张呀。一会儿你声音吼出来，好不好？我们还是我们啊，他们能吼出来吗？再大声点儿。一会儿你好，声音稍微低一点。过年好。就这样。有金嗓子。就这样就行哈，稍微等一下，马上到你了，先喝点水润润肺。热热啊，我给你们倒水去啊。好，非常紧张。哈哈哈哈，你看我们直播间大家哈哈的笑，大家也别光哈哈啊，赶紧点赞。但你怎么还想着 KPA？ 我的 KPI，KPA 是什么？买小 KPI 朋友们，一会儿过五万，过五万连麦下一位朋友，好不好？你们是生活的，赶紧卓越纷纷，卓越纷纷，赶紧的，卓越纷纷，牛气冲天。刚才特别好，只不过刚才，你们家人们还没开始啊，稍微一等，一会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就。啊？哦，刷礼物啊！哎呀，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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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卓远哥怎么回事？卓远哥，我们不能说啊，卓远哥。卓远哥也榜一啊。卓远哥是明年我们想我们的赞助商。大家下午好，感谢。他们怎么还赢了？晚上吧，哇，他们又赢了，他们赢了，他们哇，他们200多了，谁 ？Why？ 哇，宋总，谢谢，谢谢宋总，感谢宋总，感谢宋总的支持，感谢。感谢感谢家人们的关注与支持，感谢，谢谢谢谢。哦，感谢。哎，抖音也唱歌，走，预备，怎么唱什么呢？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下一句是什么？马上到我们吧。提醒一下对方，让他们提醒粉丝别刷道具，不然他那个墨镜遮眼了。上镜时候，哦，那个道具已经，大家不要刷道具，好不好？让寂寞婆媳告诉他，好，寂寞婆媳告诉你的粉丝不要刷道具，因为我们马上要动节。我走了，家人们，家人们。先别刷礼物啊，我们在那个连线的时候先别刷礼物，因为会影响这个直播画面，好不好？我们瞬间1000多，怎么就 PK 上了呢？这是我就是 PK 上了。为什么？这是 PK 是什么东西？就是说，然后呢？就如果谁赢了的话，那会怎样？就是你会有无上的荣誉。家人们不要刷礼物啊，就帮主播点点赞就可以了啊，帮主播点点赞。还有一分钟进演播室，感谢感谢家人们的关注，感谢。来，婆媳先别说话了，马上到我们了，最好的状态。你大声，嘟嘴啊！就进来一点。因为一会儿不到那了，全部看这个，连麦这个。你这都进来了，今年我可是啊，哪一点？开心，我以为就是。你俩你俩的位置差不多一点，嗯，自己看看，就是你很靠边，撤一点，对不对？这样子，对，对你俩就差不多，嗯，好。别调了，来不及了都。待会录着都可以调出来。喂，老师。初二不是应该，不是初二不是应该回娘家吗？你看呀，和娘家人一块过吗？怎么？这个寂寞婆媳在婆家了，对吧？我这个话是对的吗？啊，寂寞媳妇，寂寞婆。我还有一分钟。啊，还早。我直播就是这么紧张。紧张。你看所有人都看着，真的直播真的好紧张。还行，你表现得非常好。有一个吗？屌的放在眼前吗？好了，别说话了，马上到我们了。好，不说话了啊。从依赖往前推。好了，那个老公别说话了啊。后边往后了，啊，好，好了，这样可以。怎么还打哈欠了？马上开始了啊！好，开始了。还没有吧？快。还没有。哦，你耳机能听到。哦，你听不到我，难怪这么小。听这有什么用？主要是听演播室。让你们快过就行了。什么声音？放鞭炮了那边。
可爱的寂寞婆媳，过年好，过年好，拜年啦，过年好，好，我们是寂寞婆媳，我是寂寞婆媳的儿媳，我是寂寞婆媳的婆婆，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牛气冲天，哇，特别好，非常好，非常好。哎，我看着咱桌上这一大桌子菜都已经准备上了，是吧？都谁做的呀？这些菜全都是我和我婆婆一起做的。是我做的吧？嗯。这虾是我做的呀。是我洗的呀。这饺子是我包的。是我擀的皮儿。那这火腿是我切的呢。是我摆的。等一下，等一下，是我做的呀。这是也是我做的。我的婆媳，寂寞婆媳，我和贾凡啊，送你们几个字儿。大过年的啊，咱别因为这个小事啊又起冲突了。哎，等一下，不对啊，乐乐啊，初二不是应该回娘家，在娘家过吗？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习俗呀？对啊。哎，那寂寞媳妇儿，你怎么在婆家呢？对啊，我们这里的习俗是初三回娘家，初二是送年，一定要吃饺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地包着饺子。哦，原来是这样，初二送年，初三才回娘家，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习俗，你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嗯、不过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的儿媳妇呢，其实特别的孝顺啊。嗯，对。刚才短片说了啊，婆婆准备了大红包，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有没有收到什么大红包？收红包里面都是啥呀？还是那几个字儿，大过年的。婆婆，给个解释呗。媳妇儿，其实我红包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还给你准备一个大红包呢。谢妈，来。你这是人家最好的婆婆。媳妇儿呢，我这个红包啊是准备的，给她就是说给她。给你们说说我这个媳妇啊有多么孝顺。嗯，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吧。嗯，也是个很感人的故事。啊，然后就是说在2017年的11月21号那一天，因为我就说是我到那个胶州去出差嘛，然后回来的路上，在即墨汽车站晕倒了。好心人打电话打了120把我送到医院了，我可以说我自己丢了3天，没有了，失踪了，儿子媳妇在家里找不着了，然后就报了警。我在医院里苏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说就是派出所告诉儿子，你妈在医院里，快去吧啊。然后儿子媳妇孙女又叫着我妈，还有我妈妈拉着我的妈一块上了县医院。然后呢，媳妇儿子一进了县医院，东瞅瞅西瞅瞅找不着妈。当找着妈的时候呢，儿子双膝给我跪下了，哭着告诉我，妈，我没有爸爸我能活，没有妈我一天活不了。媳妇上去抱着我要哭，孙女就抱着奶奶，奶奶我要奶奶。我妈就摸着我的头啊，告诉我，闺女啊，人家有钱买媳妇儿，你娘没钱买亲闺女。就从那一天开始，媳妇儿端汤、端药、送水，就这样感动我。所以啊，我们看出来了哈。那一天开始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了婆媳之间相处啊，最好就是将心比心。对，我们的媳妇儿孝顺长辈，长辈疼爱媳妇儿，这样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对不对？越过越甜美。好，那再次给你们拜年啦！拜年啦！过年好！过年好！一直幸福哟！再见！再见！好啦，谢谢寂寞婆媳。嗯，再见，再见，断开 PK。哇，
吉墨婆媳其实真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的一个应该是婆婆记忆深处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嗯，对，跟对，所以我们后面的那个多精简一下好不好，我们下面的连麦观众好不好，我觉得可能也是珍惜这个机会，真的是想要感叹，然后也想要感谢，嗯，所以太不容易了，对不对，我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嗯、只要把，哎，那我问问你啊，哎，你要问我什么是不是很着急是不是很害怕，害怕，对，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你的妈妈对于她的儿媳妇儿有没有什么择偶的标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要 Q 一下她，也请妈妈、对、没有没有没有了，来给大家说说，连的时候走台的时候没有他那一趴，没有，走台的时候没有说一趴，哎，我怎么尴尬了，是不是因为刚才正好在，没有，就是我就说其实这种感人至深的故事其实也能打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直播节目的精彩就在这里， 对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我们在有感动有快乐有开心，当然我们大过年今天是大年初二，当然看完我们的这场直播之后还有我们的山东春晚，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齐鲁频道，然后开开心心跟大家一起过大年，是的、但因为我们就直播间可以一直给大家分享很多故事嘛，但我们的电视节目因为是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每天其实会采很多片子，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固定的时长，因为我们的就是电视如果多一分多一秒那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视节目，对，所以我们都是要很严谨和对，所以刚才呢就可能存在在过程当中由于我们下午走台没有遇到的可能是比较激动，其实也可以理解，能理解、但是也要理解我们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因为一旦这个节目时间时长了那我们直播后面都可能因为甲板可能没遇到的这个直播节目比较少、所以你也感受到了大家是很忙碌，有一点情况啊，赶紧怎么处理，怎么危机处理，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因为在这样一根弦上我们不能出错、我们一定要呈现的是最好的节目品质、最好的节目市场给大家、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突发现象，对，如果是大家想听更多的故事以后也要我们锁定我们的就是齐鲁频道的抖音直播间、你好温暖啊，好，那可以继续来点关注好不好，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而且呢会随时给大家开启一些直播，我觉得贾凡马上要签约我们齐鲁频道了嘛，对、合同呢、对，所以马上也要给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现在多少万了，我刚刚订了几万，哎呦连麦吗，6.6了已经、好6.6了啊，那 你这次要让大家就是在屏幕面前打什么，刚才我们连要很快，因为马上要到我们了吗，下一趴是什么我都那我们先发红包吧好不好，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啊，成功者这个时候就别要 cue 我唱歌这个事情了吗我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但是我跟你说我的那个单曲给我的制作人你认识老吕，对，就是他给我写的歌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当然说到老吕了对我们的那首就大家也知道在今年年初的那首、亲爱的你变了没有这首歌，然后当然也是贾凡唱的，然后对刚才也有一位就是他的创作人也在就多多的打钱是不是， 对也有老吕，所以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多关注啊贾凡的很多歌曲，因为正好的那个那首歌亲爱的你变了没有，其实我看了词儿写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你一唱你那个声调正好融在里边，就是大家唱的都很好，因为大家现在看屏幕机前面的哦随时滚动，不有一位就是红衣服的女主持人，不是不是吗，那下一个话题，红包了是吗，送红包，请看这一段，请看这一段啊，贾凡认错人啊尴尬不，我跟你说我拦都拦不住了，对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直播节目的快乐对，但真的这首歌我当时听了之后很感动，而且我觉得那是在这种抗疫的歌曲里边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很温馨，写得很小，好我们来发红包、好来贾凡53.21我们上红包啊，怎么发，我那我要干什么你就倒计时啊，哦我倒计时贾凡真的没有任何直播经验、朋友们发红包特别好干嘛，我就倒数是吗，对五贾凡给大家发红包咯，四耶三哇哦二一发，
这是什么？上了上了啊，红包上了啊，大家直接点就行。然后怎么样呢？嗨起来啊！不是这，大家可以点红包，然后就是有 money money money。哦，是吗？哦，那里面是有就是对钱。那这个呢？红包呢？对，这个红包接下来要哎，刚刚说了已经过六万要连麦哦，来不及是不是？哦，黄凯。哦，都是认识的老朋友，老朋友 old friend。我们是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一下，因为还换人过来了，是不是？刘哥马上就过来，我们现在就走。我们现在就走，就绝对不多留，是不是？工作完了，那我们先连一个吧，连一个吧，好不好？这一次我们来一个贾凡刚刚今年年初那一首向一线的这些英雄们啊致敬的歌曲叫什么名字？来，大家刷屏，我是不是好有点？好会给大家，那么难吗？哦，就你了。今天我瘦了吗？就你了。今天我瘦了吗？亲爱的，你变了没有？你瘦了吗？感受一下。拒绝了你的连线。他拒绝了吗？我看到了，他拒绝了你的连线。那你说什么？亲爱的，你变了没有？他可能激动打错了。你们好会找我，他就拒绝了。再找一个。凡凡最爱的甜品吧，我觉得就像这种带你的名字的这样的名字是不会拒绝我们的。那也不一定，拒绝。拒绝，我跟你说，尴尬的不是我，是那位认错女主播的人。哦，凡凡最爱的。Hello。凡凡最爱的甜品。Hello， 你好。Hello，Hello，Hello。是凡凡最爱的谁？这次是谁？甜品，人家叫甜品。贾凡。哦 ，Hello， 你好，在这里给大年初二给你拜年啦，牛年大吉，牛气冲天，好不好？连麦啊！这么绝的，新年牛年大吉。啊、哦，牛年大吉，人家在开家庭的这个会议，就是过年过年吧，我在亲戚家。哦，亲戚家，家在哪个亲戚啊？你好八卦。关你啥事儿？在我姑妈家。姑妈，过年好，姑妈。你们两个一个人敢，一个人敢答。姑妈有没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让贾凡唱给你，好不好？嗯，那我想听那首，就《亲爱的你变了没有》。啊，别，这个大过。哎，有没有？哎、也可以，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因为现在，我们能够就地过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生活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还是有好多的奉献者、付出者，他们仍然坚守在自己。而且我觉得就地过年，有一些还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他们也没有跟父母就是见面，当然是对父母来说也是亲爱的，你变了，看有没有变胖呀？哎，对不对？刚才那一位，你瘦了没有？所以就给大家就我胖了，来上音乐。也不用了，用伴奏是吗？啊，好。亲爱的，你变了没有？多想再一次拥你在胸口，当泪水涌出双眸，坚定了就必须坚守。坚定了就必须牵手，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一起奋斗下去，牛气冲天。姑妈听到了吗？牛年大吉，谢谢，特别感谢你在直播间跟我们连线互动，谢谢。也谢谢姑妈啊，嗯，代问姑妈好，谢谢，还有姑父，好，拜拜，拜拜。你问候的好多，对，他说哎，姑妈被莫名其妙被 Q， 哎，断了，就走了，好啦。一会儿呢，我们要换一个主播，虽然大家有点遗憾啊，不，没有，所以我下班了是吗？没有下班，哦、还有一，我们还有，对，还有一个要连线。好，一会儿呢，我们因为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了啊，我们七路频道呢会播出山东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对，贾凡呢也会在上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哎，没有，拜拜，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人数不准少，我们 KPI 没完成，不让我回家，不准走。留下来明天继续播。哎哎，你说的哟、哦。啊，没有。谈下班，好不好？
好，那稍后啊，贾凡他就去那边排练一个舞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刚刚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一会儿我们换一个主播来进行连麦之后呢，我们会让贾凡回来跳舞，好不好？你不然你走让人家期待一下，万一都走了，那你教吗？我教，行。你跳什么样的舞？我可以，我是山东舞后。没听说过吧？没有。广场舞的舞后。哎，一会儿我们俩跳那个酒醉的蝴蝶怎么样？你没听过吗？你好，哦，对对对，你这个 level 应该不会听。行不行？想不想看那个贾凡跳《酒醉的蝴蝶》？想的扣一。好。啊。扣一扣一，《酒醉的蝴蝶》，你们都没听过吗？哦哦，有有有有有，行。那稍后啊，我们会换一位主播，然后来这儿连麦。大家呢还是要给面子，也不是，大家还要是要继续支持，大家多多的互动。对，互动起来啊！因为一会儿呢，我要教这个贾凡跳《酒醉的蝴蝶》。好。啥？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也是我们闪电兄弟的一员。这要干嘛？就跟他 social 一下。就跟他 social 一下。假装开心啊！哇！哎呀！哎，是谁？那位不是贾凡吗？啊 ，Hello， 你好，丁哲。好客套啊！啊，是吗？我第一次见你。但是我们经常见你，我们很喜欢你。对。让贾凡跟我单独聊天好不好？身边的那一位说起来一点好不好？跟你说，我们俩现在已经搭档了，现在在全网已经组成了 CP， 我们是。凡人是什么来着？有乐，对不对？好难哦，真的好难、哦。哎，我前段时间还听了贾凡唱的歌呢。你新推出的什么？什么歌？青春如火是吧？哦，对，前一三年前，当然也是在今天，也今年就前两天吗？今年刚对吧？我前两天我听了贾凡，我听你的歌了。哦，谢谢。然后我。啊也看你主持的节目，还有什么节目呢？而且还有，我们很喜欢山东台的，很喜欢你，丁总。我跟你讲，乐乐，乐乐，有的时候不要自掘坟墓，好吧？别自己挖坑，各位。不是你们现在干嘛？我们现在哦，我们要走了。哦，我们走了，就走了，说的这么快。啊、哎哦，我们下班了。你们笑啊！继续给个面子啊，继续啊。嗨一点啊！哦，刘珂。怎么？你第一次认识我吗？你跟他说有嗨。哦，刘珂，大明星刘珂。哎，丁哲，哲哲，一会儿的时候要稍微嗨一点。刚才你跟黄凯不够嗨吗？刚才凯一点都不嗨，就像个老干部一样。特别老干部，你知道吗？没有，你知道吗？他刚刚突然通知我说让我要准备一个才艺，我说我准备什么才艺？我就说配音吧。你不是因为那个，咱还没有那个。